Hello，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杭州旅游？我们这里好像没有杭州人啊。如果你去过杭州旅游的话，知道杭州西湖边有一座岳王庙。岳王庙啊，在岳王庙里面，除了里面有岳飞的坟墓之外，其实它还跪着四个铁铸的大坏蛋。他们是合谋害死岳飞的这个四个大坏蛋，其中，秦桧和王氏的跪像是最受人注目的，有人就模仿秦桧和王氏的秦桧夫妇的口吻，做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是这样的，这副对联说，秦桧说：“嗨，我本善心，有贤妻，何至若是？”然后王氏又说。切，腹虽长蛇，非老贼，不到今朝。相信大家的中文水平都非常顶呱呱，我想大家都明白这副对联的意思。其实秦桧和王氏两个人都在互相推卸责任。秦桧说：“我本来是一个坏人，但是如果我有一个家里有贤妻的话，我也不会变成这样。”然后王氏说：“我虽然很三八，但是如果我有个好老公的话，我也不会落到如此。”其实这副对联，它告诉了我们一个人非常丑陋的一个习惯，就是互相推卸责任，就是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一句话叫“甩锅”。就人的甩锅，其实是古今中外都有，比如讲，上至国家的领导人也喜欢甩锅。下至一个小 BB 也会甩锅。我记得我家小孩两三岁的时候，我家儿子他喜欢那个Thomas 小火车，所以整天玩 Thomas 小火车。但是，一遇到什么事情打破东西啦，什么东西，他都会推卸责任。他说 Thomas 干的，啊，都会把责任推给 Thomas。所以我想，甩锅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习惯。当我们看到这副对联的时候，我想作为基督徒的我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我们都觉得啊，这副对联好熟悉哦，它的对白好像从哪里看见过一样的。真的没错，我们就算你不大读圣经的人，起这个创世纪你都会看的吧？圣经第一页你都会接来看一下。所以创世纪的第三章8到15节里面。我们就会找到类似的对白，有时候感觉秦桧和王氏就是中国版的亚当跟夏娃。创世纪3章8到15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很多时候组织学里面都会教导这段经文。它主要是描述了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的一些的事情。亚当和夏娃。他因为受到蛇的诱惑，他违背了他与上帝的所立定的约。上帝跟他什么约？上帝在创世纪的2章17节里面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了。”违约之后的亚当跟夏娃，他们出现了三个连锁的一个反应。他们这三个连锁反应就是。第一，他们是藏在园里的树木中，他怕见人；第二，就是他的反应就是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很怕见到耶和华神；第三个，他就说：“我害我就害怕。”所以，我们看到第8节里面跟第10节经文里面都看到亚当跟夏娃的三个反应。除了这个三个反应之后，我们也知道。虽然亚当跟夏娃他们做了坏事，但是神还是照样的爱着亚当跟夏娃。所以圣经里面的描述是在第9节里面说，耶和华神就在院子里面行走，然后去呼叫他们，然后他问他们：“你在哪里？”当耶和华神跟亚当、夏娃见面之后。耶和华神就进行了一连串的灵魂的拷问，神就
质问这个亚当，他说：“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没穿衣服的？本来你应该不知道才对的，你现在怎么知道的呢？那肯定是做了什么事情啊。另外就是，难道你吃了那个果子，所以知道自己羞耻，所以知道自己是不穿衣服的吗？然后我们又看到耶和华神就质问这个夏娃，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我，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是把这个事情搞成这样？最后我们看到的经文是，神对这个始作俑者的蛇做出了严厉的惩罚。神做什么惩罚呢？第一，他说在十四节里说，就必受咒诅，然后又说你必用肚子行，然后说终身吃土。在十五节里面讲到说，和女人就彼此为仇，然后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就是神对蛇的惩罚。所以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组织学里面带出一个问题，那蛇以前是怎么走路的？我们不知道啊，大家去研究一下。既然它是用肚子行走，那以前不惩罚之前它怎么行走的呢？谁也不知道啊。啊，这个是一个好玩的问题，可能小孩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上组织学的时候有没有问老师这个问题啊。虽然我们都是非常熟悉这段经文，但细心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下的亮光。第一个就是创世纪三章第十节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亚当的害怕应该是圣经里面的第一次讲到害怕这个字，也是我相信也是我们人类的第一次害怕。所以这里非常重要，就是说从那天起开始我们就有害怕了。所以也顺便也考一考大家，这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姐妹考我的一个问题，她说圣经里面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一个字肯定是神啊、主啊这个字了，但是一句话是什么？圣经里面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怕。据专家统计，整本圣经里面有366次的不要怕。我觉得366次绝对不是巧合，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一年有365天，神就非常担心我们害怕，所以他让我们每天都支取一个不要怕，还多了一个怕，就是怕我们有一天是还不止怕一次，可能怕两次，所以给我们多一个 spare， 所以我们就可以有一天可以怕两次啊。所以原来不要怕是圣经里面最多的字，最多的一句话。为什么有不要怕？我想也就是跟因为亚当跟夏娃的害怕是有关系的。因为人类开始了害怕，所以神为了安慰我们，为了鼓励我们，就出现了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另外亮光是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他就害怕，是不是神的声音特别恐怖呢？其实不是神的声音特别恐怖，也不是神的声音特别洪亮，因为罪使夏丹跟夏娃感觉到害怕。另外这里也讲到亚丹跟夏娃赤身肉体他感到羞耻，其实不是赤身肉体让他们感到羞耻，是罪让他们感到了羞耻。然后这里也讲到呼唤和你在哪里，这让我们看到神的爱。神就像一个慈母一样，他到处主动的去寻找他迷失的孩子。最后有一句经文，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句话其实在预示将来的弥赛亚出现，就我们主耶稣的出现啊。所以这是一张伟大的经文。所以在这里这段经文通常被称为是叫原始的福音，就是说第一个福音，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宣告救赎者耶稣将会到来。除此之外，当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三章
八到十五节里面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觉得纳闷的一句经文是三章第十四节。今天这个东西有点不灵光了啊，这个三章第十四节说：“你既做了这事，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这是上帝对神所说的，上帝对蛇所说的。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不公平的感觉哦。这是蛇在犯罪，蛇在诱惑夏娃，然后使亚当吃了那个禁果。但是为什么其他的动物都要受累？他说。就意思就是说，其他动物都受罚，但是你是罚的最重的。这好像不大公平，这好像跟神的属性有点违背。因为我们都知道神的属性是公义的，既然是公义的话，它应该是惩罚、奖罚是非常分明的。那为什么会蛇犯罪了，其他动物受累呢？受牵累，受殃池其鱼呢？受牵连呢？其实听起来，我们不知道你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感到一些疑问，就是说神好像不是很公平。所以我特别查考了一些的其他的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我开始发现其他中文翻译是比较好解释的。你看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它的翻译是：你要为这件事受惩罚，在所有动物中只有你受这诅咒。然后在天主教的施高圣经里面说，因你做了这事，你在一切畜生和野兽中是可咒骂的。所以可见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蛇因为犯了罪，蛇因为诱惑了夏娃，所以在所有动物中只有蛇才会受到这样严厉的诅咒。因为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在地上爬行的都是低人最低等的动物，所以蛇是受到最大的惩罚的，而且蛇在地里面像吃土一样，所以它是受到最大的惩罚的。创世纪的三章八到十五节很明显是宣告了一个罪的严重性，它宣告了罪会让人和神产生的距离，罪会让人产生了害怕。但是我今天特别希望和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思想的反而不是这一点，反而是另外一点，就是亚当和夏娃的互相推卸责任。亚当说，当神找到了亚当跟夏娃之后，亚当的反应是什么样？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的时候，当上帝问夏娃的时候，直问夏娃的时候，夏娃的反应是，他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两句经文都告诉我们，他们都不认罪。亚当认为错不在他，亚当认为错在那个女人，而那个女人又是你给我的，神给我的，所以不是我错，是神错。然后夏娃认为错不在他，是蛇引诱他的，而蛇又是神所创造的，所以错又在神。总之他们两个人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推来推去，最后的错误就在神。因为神创造了一个次品蛇，它是狡猾的，因为神赐给亚当的这个夏娃，他有没管教好，所以他诱惑了自己的老公，吃了这个禁果。所以错来错去，最后的错就是上帝的错。所以这个，但是真的这样的吗？所以有位布道家叫做 Billy Sunday， 他关于亚当跟夏娃的行为，他做出这样的评论，他说，不错，是蛇欺骗了夏娃，夏娃就把那果子交给亚当，但是亚当没有理由背逆神。所以讲得很清楚，就算是蛇诱惑你，就算是夏娃给你，作为你跟神立约的亚当，你应该不能去吃这个树上的果子，所以说你是没有理由背逆神的。比利山德还说，这些都是借口，借口就是披着理由的谎言。
很多时候我们这个都找借口，其实借口就等于谎言，其实它就是一个披着理由的谎言。看完亚当跟夏娃的故事，我们千万不要觉得亚当跟夏娃好像太过分了，怎么这样推卸责任，这样甩锅，最后把责任推给了上帝。其实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其实我们跟亚当跟夏娃是没有分别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在家里，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在社会上面，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喜欢找借口，我们都喜欢推卸责任，我们都喜欢不负责任。我在澳洲读书的时候，当年在澳洲读书的时候，曾经认识了一个家庭，他先生是做厨师的。这个家庭其实是一个小康之家，有车有房，什么都有。但他太不甘于现状，总是想发达，所以他经常是埋怨他的丈夫的不作为，埋怨丈夫的无能，埋怨丈夫的不言听计从。他常常跟我说啊 ，Terence 啊，你知道吗？如果你什么书什么书，就那个先生了、啊，就说如果他肯听我的话的话，我们家一早就发达了。其实这句话听起来很熟悉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我们在家里，你们或者我们在家里，也是不是经常用这样的话来掩饰自己的失败？我们经常是把自己的不成功、自己的不如意的原因都归罪于我们的旁边的人或者其他人。比如讲我的话，我可以讲：哎呀，如果我的父母亲是澳洲的长大的，我在澳洲出生的话，可能我的英语就是地道的英语，地道很流利的澳洲英语，我今天可能做大主教了啊，可能已经大主教了。我们也会去找理由去推卸责任，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去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我们自己不够努力呢？是不是我们自己不够果断呢？是不是我们自己不够精明呢？是不是我们不够学问呢？是不是不够，我们不够坚韧呢？但是我们从来不反省，我们最习惯的就是把责任推给别人。曾经听过这样的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出版商，他推出了一本新书，书名叫 How to Change Your Wife in 30 Days， 中文翻译就是如何在30天内改变你的妻子。我看到在座的弟兄眼睛马上就亮起来了，刚才还在睡觉的就听就醒了，哎呀，这世界还有这样的书啊，能够30天内改变你的妻子啊。后来出版商这个出版一推出之后，七天之内就卖了10万本，哇，好厉害的销售。但是这个出版商看，哎，不对啊，打错字了，应该是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in 30 days， 是如何在30天内改变你自己。结果出版商非常负责任，他也把书名改了，再推出市场去卖，结果七天之内只卖了3本。我想这个笑话其实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我们大家都太自以为是了，我们大家都太想人家改变，我们大家都太想不自己改变。我非常同意这个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句话，他说指责别人容易，认识自己最难。指责别人真的非常容易的，但是你认识自己真的非常的艰难。像这张漫画里所说的一样，他说指责别人当你伸出手指指责别人的时候，你另外4个指头正指着自己。怎么指这样啊，当你指责别人的时候，你4个指头是指向自己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句漫画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真的要好好反省自己，不要推卸责任，不要甩锅，我们要看看自己的错在哪里。所以我们真不要以亚当和夏娃应该以亚当和夏娃为戒，真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不要遇到事情就互相指责，
遇到事情就互相的推卸责任。很明显，亚当和夏娃他都没有做好他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反而没有坚守自己原则，受到蛇的诱惑，吃了那树上的果子。同样，侍奉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福分和责任。使徒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的12章1节。很可惜，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好好珍惜这难能可贵的福分，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好好重视这份如此神圣的责任，我们会用种种的理由来推卸责任，我们会说我很忙，我们会说我没有什么恩典，我们会说家里事情特多，我们会说家里小孩还小，我们会说我圣经不熟悉，还有说我们说我没有感动，或者说我不知道如何侍奉，或者说我不想跟那些人合作，那些人讨厌啊，或者说我不喜欢这位牧师啊，这位牧师讲道讲得不好，所以我不喜欢他，所以我就不喜欢侍奉。总之大家都知道教会是神所建立的，但侍奉是别人的事情。我来教会是来好好享受这段宁静的时光，我来教会是来挑剔一下牧师讲道讲得语无伦次，我来教会是来见见很久没见的朋友，我是来联谊的。就像我们今天的题目一样，神的教会，你的事情。其实这些都是借口。为什么我们不侍奉？主要是我们没有真正明白什么是侍奉，我们也没有明白侍奉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我们也没有明白侍奉为我们带来什么的祝福。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什么是侍奉。侍奉是多方面的，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侍奉，侍奉不是某些人的专利，不是那些特别有恩赐人才可以侍奉的，其实人人都可以侍奉。每个属于主耶稣的人，只要你甘心乐意，只要你乐意将自己献上，你都可以被神所使用，都可以成为神合神心意的器皿。就像这张图画里面所说的一样，器皿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功用不同。意思是说，一个价值连城的器，一个器皿，它可以装水；一个只有十几块钱的东西，它也是可以装水。所以说，器皿是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功用不同。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些教条和仪式，所以当刚在主日听到或者在主日领受圣餐，这是完全不够的。我们的信仰是整个生命的投入，也就是全人全时间的侍奉。基督徒不懂得侍奉，就不是一个健全的基督徒。基督徒没有侍奉，就是一个没有流露生命的基督徒。很多年前有一个家庭，他们要离开我的老教会，因为他的孩子要在星期天上学，所以他就转去一家星期六晚上聚会的教会。他临走之前他来拜访我，走的时候他问我，他说牧师啊，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本书可以推荐，让我变得我的属灵生命变得更加成熟。我想了一阵子，其实我真的想不到有什么书是可以让人家的属灵生命更加成熟的。我觉得这本圣经已经够了，如果圣经都不行的话，我想也没有什么书是让你成熟的。所以我的答案就是说，想属灵生命成熟，我建议就是你到了新教会之后赶快参加侍奉吧。只有参加侍奉，你的生命才会变得越来越成熟。因为侍奉让你学习到你怎么样与人合作，因为侍奉
会让你学习怎么样谦卑，因为侍奉会让你学习到怎么样顺服，因为侍奉会让你学习到怎么样去接受别人，怎么样去包容别人，怎么样去看别人比自己强。另外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很多人都不清楚我们是为谁侍奉的。有些人参与侍奉是因为某某人的面子，因为某些人叫我，某某人跟我很好朋友，他叫我侍奉，推掉他不好意思。有些人觉得侍奉是不做不好意思，既然来教会这么久了，人家都做，我不做真过意不去，所以我做吧。有些人侍奉是为了证明我比别人更强，你看这人唱歌唱这么差，如果我来唱的话肯定唱得比他更好，所以证明我比人更强。如果有这样的思想的话，这个侍奉是非常危险的，这个侍奉绝对不能长久，你只能做一段时间就不会做了。神是我们的侍奉对象，我们要通过侍奉来亲近神，我们在侍奉中学习他的样式，并感受他与我们的同在。所以在侍奉中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顺服，我们要互相鼓励，我们要彼此的勉励，我们要热情，我们要主动，就像这张漫画里面所说的一样，我们侍奉不是因为神需要我们，而是因为神要用我们。神无所不能，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在，他真的不需要我们侍奉。神为什么要我们侍奉？他是给机会你与他一起事工，所以这是一个福分，这不是他要用我要使用我们，这是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同在。侍奉的果效，英国有一句名言，他说好好的照顾你的店，你的店就好好的照顾你。同样如果我们把这个店改成教会的话，同样的意思就是好好照顾你的教会，教会也好好的照顾你。因美国的已故总统的这个约翰肯尼迪，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这句话他现在刻在他的墓碑上面，我觉得这句话也应该刻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问自己，我们为教会做了些什么。记住诗篇第122篇的第六节的教导，诗篇第122篇第六节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意思就是说教会蒙福你也蒙福，教会兴旺你也兴旺。我们来到结论，使徒保罗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罗马书的12章第11节。弟兄姐妹，我在这里鼓励大家不要因为任何的理由而停止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在教会侍奉的，希望你继续努力把教会侍奉做得更好。如果你还没有参加教会侍奉的，教会真心的邀请你参与侍奉，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真希望我们一起把今天的讲道题目从神的教会你的事改变成神的教会我的事。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是你的拣选我们才有侍奉的福分，是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有侍奉的资格。求你饶恕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无知，求你与我们同在，求圣灵点燃我们侍奉的火焰，使我们甘心乐意地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求你让我们在通过侍奉你来复兴你的教会，并使我们在侍奉中与你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也使我们在大家在侍奉中更蒙你的祝福。奉主名求，阿们。